亚运会又称亚运会，是一项跨洲的体育赛事，每四年举办一次，来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员参加。从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首届运动会到1978年的运动会，该运动会均由亚运会联合会 X 负责管理。自1982年奥运会起，亚运会联合会解散后，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 OCA 主办。截至2018年，共有46个国家参加亚运会，其中包括以色列。该国自1974年上次参加亚运会以来，一直被排除在亚运会之外。最近一次比赛于2018年8月18日至9月2日在印尼雅加达和巨港举行，它将在中国杭州举行。自2010年起，主办城市同时举办亚运和亚残运会，后者是身心障碍运动员参加的比赛项目。以下国家曾主办亚运：1.51印度新德里，2.54菲律宾马尼拉，3.58日本东京，4.62印尼雅加达，5.66泰国曼谷，6.70泰国曼谷，7.74伊朗德黑兰，8.78泰国曼谷。亚运会是一项跨洲体育赛事，每四年举办一次，来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员参加。从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首届运动会到1978年的运动会，该运动会均由亚运会联合会 X 负责管理。自1982年奥运会起，亚运会联合会解散后，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 OCA 主办。该运动会得到国际奥委会 LOC 的认可，据说是继奥运之后的第二大综合运动会。亚残运会被排除在亚运会主办城市合约之外，因为亚残运会是残疾运动员竞技的赛事，而亚运会是每四年举办一次，来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员参加的跨洲体育赛事。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在亚运结束后立即举行，但将亚洲残疾人运动会排除在亚运会主办城市合约之外，意味着两届运动会将相互独立举行。